这首歌曲当背景音，婆妈举牌细数30项亮点政策，可PIFA康乃馨庆祝母亲节，却更像造势大会。票票继续支持。 谢谢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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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哪里？我不晓得，反正就尽力吧。啊，什么叫有准备，什么叫没准备？我在想啊。低头拨下台阶，柯文哲都做了。民进党选队会将在16号摊牌。林让生再起，因为担心若自提人选，柯文哲会结合其他力量破坏绿议员选情。欸、你敢民进党也换人？我想问你，柯文哲会不会寻求地，就是比如说像时代力量啊、顺民党这一些的支持？寻求支持当然是寻求，那可以的话都寻求所有人的支持嘛。绿营考量，若提自己人，必须是强棒，能打趴柯文哲。黑马传来传去，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又被点名。他是民主进步党的强棒之一，但是以目前来讲，并没有接受到任何讯息说要徐国勇参选。绿营与柯是分还是合？肥皂剧该怎么杀青？基层、高层，个个伤脑筋。记者张正鹏、陈玉文，民进小组台北报道。